这个是小姐姐给我发的蛋糕款式，我怎么感觉不是说很好看，不知道做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。我今天的速度得快一点了，他2:50就要来拿。看好了，不要让小虫子爬过来了啊！妈妈去拿抹刀，不能动啊，知道吗？我摸这个了，没有小虫子呀。你带个口罩。你不要吵妈妈，妈妈做很快的啊。去冷藏定型。这个适合做那种扁扁的，这个太高了感觉就不好看。不知道他满不满意，感觉有点差强人意。不客气。送回来了，还有2个蛋糕卷要做。80克玉米油加80克纯奶，搅拌到酸奶状，加入低筋面粉 ，Z 字形轻轻拌匀，敲上8个鸡蛋。Z 字搅拌可以防止面糊起筋，柠檬汁用起来也还挺费的，80克糖。今天的蛋清比较多，先11档，然后再改10档，打3分钟的样子。一不小心蛋白打的稍微有点硬，哦，还好，弯弯的，应该可以。那一字形轻轻的给它拌匀了，不然这个蛋白霜就容易消泡，消泡你到时候蛋糕卷出来就长不高，而且里面还容易出现那种布丁层。抄底拌匀后，平均的倒入到2个阿巴的烤盘里，记得垫一个高温油布，撒上一层猪肉松。这个小葱用了点油拌了一下，就烤出来不会焦。两盘都好了，好香呀！平均切成8块，一盒肉松卷刚好装2盒，35一卷不算贵吧？搞好了就带你出去买蝴蝶结，好不好？妈妈打包好送给阿姨去，好不好？哪个阿姨？就是那个漂亮阿姨。漂亮。好，走吧。哪个家里的阿姨？是结婚的阿姨吗？